咱俩推一下子。我可不跟你推，看给我推醉了。没事啊，我推可好了、啊。妈呀，咱回家吧。回家忙啥的呀？赶趟。啊，不着急回家，都从这吃。那吃不吃的都好说。海燕那拉溜，待会儿我不得去一趟吗？吃完饭得说，忘不了啊。我整饭去。这得给多少彩礼能干？那少了人能干吗？人家给这个一半呢，250，还250呢，2500。小嘴儿，多少？啊，大姨，你别打听这事儿了，多了人笑话。这些年没白教你，啥事都替我想了。大京啊，多切点药啊。这走啊，推推圈去。别推了，一会儿吃饭了。嫂子，来，你坐着，我跟你说两句话。干啥呀？稀罕你家辛苦的。不稀罕。那不行，明儿你都一家人了，你得稀罕。啊？一家人啊？那明儿让我爸掀吧。吃饭吧。你看看，害得人家这伙食啊！你要把闺女嫁在家，你不天天吃这个吗？这话让你说的，我傻呀？你吃饭。大儿子，过来吃饭来。这走啊。吃饭呢，这都好吃吧？你别摸我手！又呼噜了，这走吃饭呢。儿子，圈拿下去，大姨托了，吃饭来。哎，大闺女吃啊，嗯。吃饭呢？你往里去点，吃饭呢。哎，你别说，这大衣脱了还真像那回事儿。长得不磕碜，就是这脑袋。哎呀，脑袋咋的？我觉得我大孙子挺尖的。你看我奶一点也不糊。好好吃，这谁要给这人家啊，那是掉福堆的。那您把你小心给这儿得了呗。我可不给这死。傻子还要你呢。哎，吃上了呀，这些人呢？哎，老师。